各位听众朋友们呢，现在又是销量剧场《水浒传》九纹龙的第二回，由销量来继续用国语讲述。除此以外，本故事还有我用英语和粤语的版本，敬请点击收看收听。上一回呀，我说到那个驸马爷小王都太尉，为了讨好自己的小舅端王，特别在自己的生辰当天，请他来府中吃饭饮酒，准备好的菜色，当然是要误令他吃得高兴。端王啊，居中坐定，驸马爷对席相陪，大家饮了几杯好酒，吃了几口菜肴，那端王便要起身去洗手了。偶然来到书房里，看见书桌上放着一对羊脂白玉雕成的镇纸狮子。他拿起来端详了好一会儿，哎，好啊，好极了，真是巧夺天工啊！驸马爷看见端王心爱，便说道：“哎，再有一个玉龙笔架，也是出自同一个工匠之手，现在却不在手头，明日取来一并相送。”端王听得非常的高兴，哎，那么就深谢后意了。我想那笔架必然更妙啊！驸马马上说道：“命人取来送到宫中便知啊。”当时两人又回到筵席上，尽醉方散。端王一告别回宫去。第二天呢，小王都太尉驸马爷取来的玉龙笔架和两个镇纸狮子，放在一个小金盒里，用黄罗巾包好，写了封信，是自己的亲随高俅送到端王府去。高俅领着军旨，拿着包好的礼物，怀着书信呢，径投端王宫来了。没多时，只见院工出来问道：“哎，你是哪府派来的人呐？”高俅连忙向前施礼：“啊，小人是王驸马，府中的亲随，特送玉丸器来见大王啊。”“哦，殿下也在亭心里和小黄门踢球呢，你自己过去便行了。高俅双手一拱，哎，相烦引进，相烦引进呐。院工只好把他领到庭前。高俅举头一看，见端王头戴软纱头巾，身穿紫龙袍，腰系文武双条。啊，把绣龙袍的前襟蕾扎起，塞在条边儿，脚上穿着双金线飞凤须，三五个小黄门相伴着踢球，高俅不敢冲撞，站在人群背后观看。各位朋友啊，
也真的是高俅的时来运到了，何当发机，那个俅啊腾的飞了起来，段王接了个空，俅呢就从众人身旁一直滚啊滚的滚啊滚到高俅的脚边来了。哦哟，这个时候高俅见机会来了，不容细想，便鼓起勇气使个鸳鸯拐把球踢还了端王。端王见了大喜，非常的高兴，说道：哎，你是什么人呐？高俅连忙向前扑的一声跪下：小人是王都尉亲随，受东人所托，特送两种玉丸器来给大王的，有封信在此拜上。段王听说，笑着说：哎，姐夫真的如此的挂心呐、高俅连忙取出书信，段王就开了盒子，看了玩气儿便递给旁边的亲随：收去吧。这个端王啊，此时绝不理会礼物的下落了，却先问高俅：哎，原来你也会踢球的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高俅双手插着，仍然跪在地上：小的叫高俅，胡乱也踢得几脚。好，你便下场来踢回傻吧。高俅一阵的惊愕：小人是何等样人啊，敢与恩王下脚？端王当时摇摇头：这叫齐云社，名为天下缘，但踢何妨啊。怎敢小人怎敢啊。高俅三回五次的告免，可是端王一定要他踢，那么高俅无法，唯有叩头谢罪，解其下场呢。砰砰砰砰咚咚咚，那么才踢的几脚，端王见他利利索索的，有板有眼儿，不禁喝彩：好，好啊，好极了。高俅见他对踢球那样的痴迷，只好把平生的本事都使了出来，奉承端王。那球啊，就像胶水一样粘在他身上，噗啪，一回在腰间，一回在头顶，在空前在胸前在脚尖上。高俅回到只见那滴溜溜的转过不停，看得端王都呆了，大喜过望，哪里肯放高俅回驸马府啊，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。第二天呢，排了个筵席，排了个宴会，专请王都尉宫中赴宴。那么这个驸马爷都尉与
自己的府中正在怀疑，为什么高俅送礼物到现在还没回来呢？是不是得罪了端王呢？不会吧？正想着，忽然下人来报，端王有请，到他府中赴宴呢。驸马爷立即的赶往。端王见他来了，展开笑容，哈哈哈哈，多谢多谢姐夫的礼物，姐夫实在太客气了。当时把手一扬，请入席吧。就在宴席之间，端王说道，这高俅也替得两家好求啊，姐夫可否割爱，把此人让给我做个亲随之人呢？驸马爷巴不得端王有此要求，因为端王这位热门的皇位继承人正是自己要巴结的好对象。为什么？因为哲宗皇帝现在已经病危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想知道故事怎样发展，请收听第三回吧。